楼上有位大老板，品性古怪立咩站，着身西装不挺直，装到硬头发白油烫滑，穿系笼牙角打扎。喂，楼下有位电发杯胶仔手法极圆滑。Old man 生爱慕贪佢系肥夹白肥圆滑，成晚搏计就落去勾搭。谈话无资格，只叹多数兼老牙，用雪花膏一匹匹，东一笪西一笪，一于将佢压。楼外有弹辣辣猫，肯去通讯做传达。一开灯讲撇辣，中意就随佢拾，随佢搭，成个木晒都被佢恐吓。一发一百话一百话，苏粒剑眼下哦，黄连恶婆佛老坑，朝晚所困在头担。哦老兵他冤命，这武力人太立，随佢搭，成个木晒受佢欺压。